哎，你穿这样干嘛？防晒美白啊。变黑就买美白的保养品就好了。美白的保养品很贵耶。你不知道虾皮购物吗？我有想要的东西，但常常买不起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下载了虾皮，我手里划着 APP 啊，心里真得意，不知怎么哗啦啦啦省了一堆 money。